下午三点，姚明说出刘澜最大对手，球迷表示太意外，不是广东队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，我是小明。在视频的开始呢，还是烦劳各位喜欢辽宁队的球迷啊，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和大家说一下刘澜最新情况，大家都知道，目前 CBA 的第三阶段已经正式结束，结束之后呢，刘澜排名榜首，可以说自己啊成为了常规赛冠军。作为刘澜来说，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在 CBA 的总决赛中获得冠军，因为目前来看，可以说本赛季刘澜夺冠的希望是非常大的。之前最大的对手广东队本赛季困难比较多，也是有多名主力受伤，包括禁赛，整体发挥呢不是很稳定。所以说，作为刘澜来说，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击败所有的对手，获得最后的冠军吧。作为主教练杨明来说，他作为球队的主帅，也是更加希望能够带队球队啊获得冠军。因为作为刘澜来说，整体实力呢是非常不错的，这些年表现非常稳定，但是呢，距离总冠军啊总是差一步。本赛季作为球队来说，也是非常希望能够获得总冠军。就在之前，主教练杨明是接受了采访，在采访中也是被问到本赛季的最大对手是谁的时候，作为主帅杨明，他是直言不讳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在之前可以说基本上所有的球迷都知道，刘澜的最大对手就是广东队。因为广东队啊，在最近几年连续获得 CBA 的总冠军，可以说是夺冠大热门吧。本赛季呢，也是需要辽宁队击败广东队才能够晋级决赛。很多球迷的猜测呢，杨明会直言最大对手就是广东队，但是呢，杨明在采访中也是坦言，不是广东队，而是自己。可以说，杨明也是直言，本赛季想要夺冠，最大的对手呢，就是战胜自己。只有战胜自己，战胜自己的心态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才能够击败所有的对手，获得最后的冠军。可以说，本次姚明的这个回答也是让很多球迷比较意外，因为作为刘澜来说，确实很多时候在关键时刻自己的心态啊没有调整好，也是输掉一些不该输的比赛。通过姚明主教练这些口述，我们会看出呢，姚明呢更加看重一个心态。我们是希望呢刘澜能够在本赛季啊打出好的水平，争取呢再次获得 CBA 的总冠军。好了，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。下期再聊。